往前一点点。小时候我记得，只要是在那个吃饭时间吧，那时候都会有蓝色小精灵，然后，我常常会咬，就是一口饭咬大概一个钟头，就是都没有吞下去，就一直在看，然后很喜欢看，就是贾不妙跟那个大笨猫一起去就是捣蛋的时候，然后小精灵们会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，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出一份力，然后出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去完成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当然是一群人聊音乐，其实这边很缤纷很彩色，而且还有小朋友，尤其我觉得有小朋友的地方就非常有创造力。这边是这边，来来。